所以昨天讲的那个还记得我们讲什么？我们昨天大概把 regression 的一些 assumption 都讲完了，对不对？那这些 assumption 大部分一般 apply 就是你 ED 跟 IV 是有区别上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从昨天最后一节开始讲，叫做 historical variable。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的 IV 它不是连续变量，它是类别变量，对不对？好，那类别变量的处理方式就跟连续变量不太一样。那有的时候它的 assumption 不见得 apply， 那这个等一下之后会再讲。那我们昨天讲到的是，当你遇到 historical variable 或者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我把时间丢进去，完全不可能。因为这个话我昨天讲，我们在 regression 里面，它应该是它有个正。或是负的预设率，正表示当 IV 越大 ，ED 也会越大；负表示 IV 越大 ，ED 会越小。可是当 historical variable 的时候，如果它不是两点式的，不是 yes or no， 不是男生或女生这种，它是连续，它是一二三四五的类别变相，你可能没办法解释它。比如说你的族群越大，你的薪资越高，什么叫做族群越大？你可能没办法这样解释。对不对？好，因此在 historical variable 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些转换。那这个转换，我们就称它叫 folding system。好，昨天讲的 folding system 有分，大部分你知道 folding system 有三类，一个叫 not equal， 一个叫 effect code， 另外一个是 contrast code。好，三类。那你碰到中文吗？虚拟变相中文就是。我们一般在regression里面会对于我们的 variable ID 做了一些转换。那 contrast call 会做的比较少，原因是 contrast call 它比较类似你已经有一个想法，那你要比较哪些组的时候才设定，对不对？我有五组，但我只想比较一三组，或者我想比较二四组，我是想一二三跟四五，这个是你心里面已经有想要比较的东西的。那这 contrast call 我之前也有提过，在 plan contract 的时候有讲过，在事前比较、事后比较的时候特别提到它，在 omission 的时候有提到它。那但是 historical variable 在 regression 里面，我们一般你还在使用上并没有特别说我要比较哪一组跟哪一组，我希望所有的组都向你比较，所以我们会使用 sum code 跟 effect code。所以说 dummy code， 你使用 dummy code 是什么特点？有一个对照组，所以你有一组叫做对照组，那我们称它 reference group， 那一组的数值都会是零，对，所以你每一个 code D1 D2 D3 D4 D5， 那基本上是每一个特点的组跟你的对照组的比较。对不对？那 effects code 分两种，一个叫做 weighted， 一个叫做 unweighted。这两种都是跟平均数比较，那平均数的计算方法不一样。那这两组也会都有一个 reference group， 但它 reference group 的数值就不是零。对于 unweighted code 来说它是负一，对于 weighted code 来说，它是根据样本数的大小有所调整的。这两个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再讲。那我们昨天先讲到 dummy code， 对不对？那个 data 还在吗？昨天我是这样做的，我们做的是 D1 跟 D2， 对不对？好 ，Durban School Set Liberal Arts 文学院，然后跟 Engineering 和 Business 两个相比，所以我是10001。你的扣还有吗？如果没有再做一次，那就看我怎么做。如果你已经做完，那就可以使用。首先说我要 recall input variable， 对不对？然后这个我要变成 D1。那我跟他说 ，1 liberal arts 是零，2 engineering 是一，
单 business 也给他是有，是我的 D1， 然后 D2 我就懒得从上面弄，直接用这个改。然后 D2 就是零一，这个 D2， 对不对？好，你应该还有你的扣，那就我先上你。好，我跑完之后，第一万第一步会在我后面出现，然后我就说，我想要用学院来预测一个人的薪资，那我就跑 regression， 把第一万第一步变成我的 salary 变成我的 滴滴，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就是我办法可以选一些。你可以选你想要的东西，但有些东西它就是时准的，不要再讲。OK， 所以我们昨天看到这里，讲到这里，我整个模式的写法会是 Y salary 等于 2.1 加上点七的 D1 加上点三的 D2， 对不对？就是这公式嘛。OK， 然后我就跟你说。2.1 我们的捷径 constant 应该就是你 reference school 的薪资，对不对？因为你的 reference school 一万跟一就掉下去，两个都是，所以当我把现在已经做到多少的，只剩你的 constant， 那这个是 LA liberal 的薪资。那如果我想要知道 engineering 的薪资的话，那就是一万代一，一就代零哦，所以一零，它这边是。如果是一的话，就变成 2.1 加上点七，那是 2.8。那 business 是0.1，这边是零，这边是一，所以2.1加上零加上点三就是2.4。有没有？跟讲到这里对不对？好，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公式，我就可以知道三组他自己的薪资，而且我还可以用这个 D1 D2 有没有显著来告诉我什么东西。D1 告诉我。D1 显著表示什么意思？谁的薪资显著高于谁？ Engineering 的薪资显著的高于 The reference group set Libra。 OK， 那 D2 的话就是 Business 的薪资显著的高于 Libra。 到这里 OK 吗？好，我昨天跟你们说，那如果你回去想一下，我现在如果要把，这是谁啊 ？Business 是不是？你要追溯 Business 对不对 ？Business 是我的 reference school， 那你会怎么做？我现在把 Business 的，这不是我的 reference school， 请你试着做做看，然后看结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把我的第三批次现在换成我的 IG， 用第三批次来预测我的sell。
生应该是工学院的薪资吧？是不是？应该更合理吧？然后第一组就是 liberal arts 工学院的比较，那就会发现 liberal arts 工学院显著的少。零星，对不对？然后 business 跟 engineering 相较的话 ，business 显著的少于 engineering， 大概是4000美元的零星，可以吗？看一下这个 code， 确定一下有没有了解的这个。概念是什么？那我等一下就要讲。那这三组其他的地方，就是你这三个 pose 做出来相同的相同地方的哪些？